我来到这个地方是海南，往东北走，海口往东北走，文昌的一个鲁能希尔顿饭店。你看它整个装潢，整个设备就是给全家亲子享受的一个度假地方。本来应该是在昨天来，后来他们突然想到昨天是中国人的中元节，中元节不是俗称鬼节吗？所以就好像不宜出门了，因此就改变了计划，变成今天才来。浩气清光下月轮，桂满乾坤露华星，中秋桂，那个字还不会念呢，中秋桂什么香，桂花吗？桂花香飘寄，天涯共此醉月时。这是大陆的月饼。看这个装潢，整个感觉就是度假的，好难得。这个就是我主持的新娘子，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妈了。我说这是新娘子，已经变成两个孩子的妈了。晨晨呢？哇，真的是亲子同游啊，漂亮。